物代志？啊，什么代志？咩代志？谁去送医？贵民夫。谁？贵民夫。是，阿婶贵姓？啊。民权派出所派在救护车来啊，内底一个人安怎？人需要我来服务一下。是。巡佐，你贵姓？我姓苏。苏巡佐哈。哎。啊，恁主管无来？主管有重要任务。我上上主管。勤务当中，啊，是啥物人爱请救护车？这边起来，这边怎么啦？哦，快到了，这边起来也行。是安怎样呢？我知，这神经呢，这边做老花。来，跟着车来啊！你这车无好啦！哎，车什么人？送到医院去啊！我跟你讲，应该欠嘛，欠嘛，底下也。啊，公众场所这样是不适当的了，所以要把他请走，啊，不然今晚唔敢去拜拜啊！哈哈哈哈！还要吗？还要劳动四个警察，一部警车，一部119，一部消防车啊，真累。啊！因住一堆，因住一堆，你问因老母啊，我唔知影。妹妹在那边。就看车间房门怎么。哦，是啊，那不是啊，是这一间的。对，应该就是这一间。以前20年前，我二哥也是这种开机器在这边在捣蛋。那后来我们把他送去凯旋，然后政府帮他处理完毕。政府养了他20年。不是他平常不是说怎样？他喝酒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个他不喝酒，他连喝不要啊。王哥，好，进来啊，我导游啊，好。没有啦，他妈妈说没有喝酒。小宽，去吃一块西瓜。酒这么醉啊！伊妈妈是讲无食酒。嗯，唔要食酒啊！唔好听讲唔要食酒。我死啊！哎，我们那个。
这筐把它带出来。不准踏进去啊！他扒开，阿高要帮你呢，多吃一点西瓜，再吃一片。好久不见，在忙什么？没有。喂。我无声，你有声无？喂，你嘛有声？打开。打开。你好，我要关起来。不行，现在要唱卡拉 OK 的。我快点遥控器吧。那个泽宽，去柜台帮我拿那个卡拉 OK 的输入器，柜台找柯小姐。倒下来，一个遥控器。来，不是的遥控器。好了，我现在那个师兄他们就会过来做。
找不到吗？我再问一下科长姐。不用了，他既然已经说没有了，就不。妹有没有看到遥控器？狗狗。狗狗是我女儿，你要叫她姐姐。你要说姐姐你好，她就会跟你当朋友了。她是我女儿，就是阿狗。其实，因一九处理没有经验，他自己镇定剂个怕嘞，三分钟的困一样，任你宰割。我那哦。哇，好命好命。挂救命挂救命嘛。好。啊，无大我变咯。啊，要像像阮二哥以前。20年前也是类似安尼。没有，那你是讲呢？啊，那种情况怎么处理？后来把他送去凯旋医院治疗，也给他酒精性中毒，见到酒不喝会难过，然后把他处理，政府要养他。像这个 case 啊，就应该类似这样处理，啊，送去凯旋医院，啊，政府帮他养，把他申请低收入户，安尼家属负担就很轻了。他一讲。伊这拢是属于酒精性中毒的一部分。那这唔捌咧饮酒啊，老婆讲唔捌咧饮酒啊。未准。未准。你个讲酒拢我啉了去啊，所以这拢一定是标准的，有一点中毒。酒落去饮啦，破啦。好。有啊。安尼啊。啊，等下甲你过过过顿，过啊，过啊，留去留住。几多杯酒？快咧上。啊，食食唔食得解啊？有啊。你头壳坐牢去，你讲头壳坐牢。看不看啊？是吧？有医生杂症找我，而且三年前这个人全部都很惨，20年前是酒精性中毒，我先说，凯旋医院送去，不要再多人了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不要花什么钱，不是我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你不要乱乱乱算下去，我们就在这附近了，也是日中里吗？在普照里，普照了，好，谢谢，看完到底是在三路这里，原来奉茶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以强烈的哦，不是以强烈的。慢，以强烈的。慢，乖乖。等下，什么人要来？等下，三点半。七点半。七点。无声哦。无啊，直接拖来。哎，唔过伊哦，伊车伤了哈。七点。三凤宫。OK。三月七是靠客将犒赏兵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为了他一个人出动了6个公务人员，花了半个小时。
社会成本增高。那个，先进来这边吧。那边小狗啊，叫姐姐，阿狗姐姐，啊，那他就当你是好朋友。阿狗姐姐。对，哎呀，你好聪明哦。那个女子。Hello。找他干嘛？他是他的什么？好。要等一下，那一起过去。那赶快过去啊！哦，这么可爱的女儿啊，阿哥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妈妈。嘛，有的时候，啊，酒精性中毒哈，这个就是要医院才有办法医的，否则改不起来了。啊，他们这边郑锦鹤、郑颂，啊，他们这边也比较没经验了，这一根麻醉剂下去，三分钟就任你摆布啊，比较省事情。唉。